大家好，我是荷兰在台办事处的代表谭金良，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荷兰儿童线上影展。自从台湾的小朋友开始在家上学，我们就在想要怎么样把丰富的学习内容来带给全台湾在家的学生和家长，也让周末和晚上留在家里的上班族可以有更多元的娱乐内容。于是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和多年来大力支持荷兰儿童电影的飞行国际合作，挑选了四部台湾观众最喜爱的荷兰电影，并且架设平台限时送给每个人在家免费观看。这四部荷兰电影都在国际上获得大奖，虽然情节很轻松，但是也都讨论了很多严肃的议题，包括照顾失智老人，勇敢做自己，以及互相尊重。同时这些电影都改变自荷兰的儿童文学，我们希望台湾的大小朋友能够借此认识荷兰的文学。这次我们特别跟公共电视和国家图书馆合作，带来导读影片，让小朋友在家看电影前或是看完电影之后能够多了解这几部荷兰电影的故事。我们也会举办慰问活动，看完电影写心得的小朋友就有机会得到小礼物。同时台北的荷兰学校也会把这些电影当作教材，让学校的小朋友看完电影以后发挥想象力来设计电影海报。各位家长也可以设计自己的活动，带领你的孩子一起完成。这样非常的时刻，我们一定要互相帮助，才能一起战胜疫情。我希望我们提供的电影能够让你们的生活更丰富，在家里待得更愉快，并且给大小朋友有机会更认识荷兰的电影和文学。等到未来疫情结束，我相信我们能够再次见面，分享更多荷兰的文化给大家认识。预祝大家端午节快乐，看电影开心，也希望大家在家待得很快乐，保重健康。 Blijf thuis en blijf gezond. 谢谢。